主题就是男人运动的秘诀，有他在，还有得特别多。接下来欢迎瑶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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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对，瑶瑶好，瑶瑑美好，主持人好，瑶瑶请问一下，厉害，很会拖抖，请问你是这个运动是什么样运动穿甲？这是那个古早以前的那个古早味的古早味红茶。我想一下，有氧，那个韵律装，韵律装，你看我韵律装，韵律装，想一下，韵律装，韵律装，请问一下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水瓶座，水瓶座，那你这个就是所谓的有氧舞蹈的，就是潘若迪那一种。潘若迪那种，对，若迪一个，潘若迪那种，潘若迪那种，就是很懂的那种。你认识潘若迪吗？不认识。我知道他是谁，我知道。你有没有上过潘若迪的课？迪哥的课？没有上过那个。迪哥。一个长头发的那个，那什么？哦哦 ，Semika。Semika 哦。Semika。不是 Semika， 那有什么？他是谁？他很红 ，Kimiko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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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刚等于就是说，明明是台北，你讲到高雄去的。OK， 没关系。你为什么？因为学长的一句玩笑话开始学舞，你怎么了？以前那个高中的时候，只要参加热舞社的话，都会特别的红。然后有一个我们学校有一个那个高中的学长，然后他很会跳舞，很帅，长得像那个柯震东。然后他就说，如果我参加热舞社的话，就可以跟他在一起。然后我就参加，后来就说这只是一个玩笑。啊，好伤人！但是你就继续学下去。后来我就继续学下去，然后就变成那个我的兴趣。哦，那可是你越跳越漂亮，现在连舞蹈老师都被你迷住了。舞蹈老师也很帅。也很帅。哇，你在搞爱豆？为了歌，为了学舞蹈，你到底是干嘛？都为了男人而学舞蹈。这个舞蹈老师吗？就是哦，那时候很胖，我胖到那个65公斤。啊有，这个那个舞蹈老师。一开始还蛮，就是还也是很热心，他说我的脸很可爱，可是身体就是先抱歉，先回家。对对对，然后后来就跳跳跳，真的变瘦了，我瘦了20公斤。哇，好励志啊！你以前很哦，很肉。舞蹈老师还会送你回家？对，他会带我去那个酒吧喝酒。酒吧，哎呦。然后有一次老师还说，那个瑶瑶，我等下送你回家，因为我住东区。我说好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我们最近有个片，然后我已经拿到了，要不要回家一起看片？哇，其实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暗示。Oh my god！ 然后你就去，你骄傲什么？对啊，对啊，好骄傲的口吻哦。后来有一起跳舞啊，跳舞，去舞池跳舞，但我没有跟他回家。去哪里跳舞？去那个 AI。一个夜店，那你去 AI 会穿这样去吗？会穿，再加个短裤，也有一个斗篷这样子。哇，加个短裤而已啊 ！Oh my god， 那你穿得很性感，然后 DJ 要求你每天陪他上班，你这么容易约哦？没有，是这个约你看 DVD， 那个约你下班，这个约你跳舞。不是，因为那段时间我刚失恋，我是失恋就会开始跟男生朋友开始对有交际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有上海的朋友来夜店开包厢，然后刚好开在那个 DJ 台后面，那我就一如往常这样子跳。然后那个对，一如往常是怎么跳？一如往常是怎么跳？这样子，好一如往常哦，所以专业专业专业，一如往常，一如往常，专业一如往常。后来我就我不跳了。一起嘛，你跳他，我跳你，一二三四，哦，一如往常，一如往常，哦，一如往常，一如往常，好平常，礼拜一到礼拜五，太平常了，真往常 ，OK， 太可爱，一如往常，所以说你去夜店都千篇一律这样跳的，一如往常 ，OK， 而且我就是三个步骤一直跳啊，三个步骤，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是第一个，第一个。哦，这样，好，第二个步骤，第二个，哦，第三个，第三个步骤，一如往常，第三个步骤就会这样，就刚这样，哦，你比较像举香槟的，是，蛮可爱的啊，很可爱，那你疯狂粉丝还跟你一起上课，上什么课啊？上有氧课哦，是哦，有氧跳舞的。那有氧跳舞带给你就是轻盈的身材，轻盈的身材。可是我觉得还不够轻盈，因为现在的女生都太瘦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不流行瘦，对对呀，你有你的市场。太瘦的话，就其实不好看，因为
穿衣服什么，现在已经流行的欧美身材，是像你这样其实很完美 ，OK， 很超棒的，很健康，该有的都有。嗯，好，那明天开始就不用跳了。那跟你一起跳。啊？来，一如往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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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用动你这汤哥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对，汤哥 M 字腿，刚刚差点跌倒。你好像跟他在一起的。汤哥 M 字腿，你怎么招惊人？没有，你现在身材肉刚好，对，很棒，刚刚身材很好。哎，那请问要太瘦？很多年轻是流行骨感，现在没有。对，现在流行一点肉肉。对对，一定要肉，要肉。对对对，像派对客就太瘦。我其实还好，来一往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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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，邀了邀邀请，一往常，有哎，你好强哦，很强哎，表情真好，一往常一往常，能 Q 哎，所以你跳舞也是 freestyle， 什么音乐你都可以跳的，可以，他是一定要重音要。重的，然后不一样的那种，对，那种台湾式的那种。一开始男生到一个局的时候，现在都流行那种整形脸嘛，对不对？整形脸，这是流行，对流行，流行，就是现在一定要标志啊，然后全部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我的脸比较自然路线，所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特色。可是当音乐放下来，音乐的时候，那男生哎。你是瑶瑶吗？他就开始跟我打招呼。你要动起来才能认出来是你。所以他一看人家不认识他，就不认识我。瑶瑶，好朋友之间来了，带我去哪里？看电影。这是鸡桶吧？是没有，这是暗号。暗号。OK， 那现场他现在马上 freestyle， 期待。我觉得你们都要陪着他 freestyle， 对，好不好？他先飞一段，预备，他先飞一段，然后我们就情不自禁冲上去飞，对，杜烂你，先飞，先一起飞，预备 ，music。真的是那几招哎，哈，飞飞飞，哦，我阿妹啦。瑶瑶，他是瑶瑶，哎，是瑶瑶吗？记住了，瑶瑶，哎，瑶瑶，瑶瑶，哎呦，哇，举个举个，对，瑶瑶，哇，好厉害，哎，又往上又往上，哎，又往上，对，又往上，转过去，扔给我看，快，拍这个，给 ，enjoy 脸表情。不停，真的不停，不停。是哦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话多的，像沈玉琳那种个性的。沈玉琳哦，个性，会配你这种外表。沈玉琳，我喜欢大叔一点。现在有男朋友吗？现在在想，他有时候，有时候哦，有时候有，白班的，你是不是有健忘症？想到才有了，最近有了，跟他比较联系，但还没有到在一起。暧昧，对对对。OK， 恭喜，太棒，祝福你，太棒。这时候最美了哦，有点暧昧的时候，最棒，对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能一如往常，一如往常就不要让他这样一如没味道，对不对？要有一点那个渐行渐远的感觉。对对，渐行渐远，要忽冷忽热，忽冷忽热，对，而且脾气若即若离，对，不是渐行渐远。我喜欢那种你跟我过来那种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大家看电影啊，我很喜欢你，渐行渐远，这什么？太远了，对啊，太远了，若即若离。热情就是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享受最棒，就是那种暧昧的感觉。好，你下次还要来我们节目？对啊，常来。对，要一如往常，一如往常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张立东讲个笑话给你听？可以。这么突然？来讲一个，让他开心一下，招待嘛。我前男友长得很像张立东。真的假的？什么东西？他前男友长得很像你？那他还好吗？他很好笑，他超好笑的。他很好笑。张立东，你不能被比下去了啦，张立东。哇！你们两个怎么慌了嘞？不是你们怎么了？你们？那你就你讲就好。阿妹，都一样，我讲一样，都一样。然后你想一下，你想一下。我想一下。你平常都穿这样子吗？对。有时候，真的，有时候，所以你平常也有穿其他的样子，有哦，真的，哎，我真的是太花心了。
因为你每个样子我都喜欢。谢谢你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什么笑话？这是撩妹，这是撩妹，这是撩妹，对白啊，这是小撩妹，小撩妹，这是连续剧对白吧？对对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好，没关系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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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立冬想到没？他没有在想啊，我没有在想。很坚强哎，毫不在乎。这是笑话。OK， 好。